这是叫什么？双层 double cheese。哦、oh, ，double cheese burger。哇 ！Right, all right。这个是蛋堡。哇！沙拉，蛋沙拉堡。请坐。这两个是一样的，然后我有加点了一个花生酱，然后我就要把它涂上去，因为我觉得它应该也是这样弄。吸管已经换成纸做的了，纸吸管。这个就是他说刚忘记加糖了，但是我觉得非常好，就是这样。对，然后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是蛋沙拉，蛋沙拉。我觉得蛋沙拉蛮好吃的，可是跟汉堡不太配，所以就是加在一起有点怪怪的。怪怪的，对，花花说他的蛋沙拉很奇怪，就配汉堡没有没有。那你觉得你的呢？为什么很扁？它这个气质还蛮，就是比较，那我吃出来的就比较搭的，还没开动，其实还不错啊，我觉得那蛋沙拉还不错，但是我还没吃我的，所以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可能蛋沙拉好像有提一个味道，这个完全很普通的味道，它是汉堡。不知道，没有，吃起来没有层次感。我觉得这个就是素食者的汉堡，就是素汉堡。对，可是比如说它有点像，比如说我们会吃麦当劳，可能就它就是麦当劳最普通的汉堡是什么？就吉士汉堡，就是类似吉士汉堡那种感觉。然后对，这样。他已经把花生酱这个12元的花生酱挤在上面去了，现在我就要吃黄曲毒素汉堡哦，加了花生酱，但是好像吃不出来，因为都被 cheese 的感觉盖掉了。你打算这样加多一点，会不会？直接抹在面包上面，这样才会比较够味。那我的汉堡已经快散掉了，不好吃。说一般摩斯的套餐是不是也是180？就是米汉堡那个。差不多，我不知道。对啊，那我喜欢吃这个，因为我觉得米汉堡，摩斯的米汉堡真的超小的，然后比摩斯的Beyond Meat又太贵了。Oh no！ 摩斯是什么都很贵吧？对啊，它荤的也很贵。所以我们有两票，两票会再来，一票不会再来。因为那一票其实他本来是刚刚要点意大利面，但是卖完了。因为这个，对，如果你食量比较大的话，就不会建议。其实我们刚刚是吃完四个小薯，麦当劳小薯之后才过来的。半女生的食量应该可以，对，但是我们是大食怪系列，就没办法。一般女生吃不了一个麦当劳套餐的，他们吃不完。是吗？他搞不好连这个都吃不完。对，一般女生吃不了一个麦当劳套餐。所以我以前吃完一个麦当劳套餐，我的主管吓到，他觉得我太不可思议了。那他不看到我不是会吓死吗？差不多。这是今天的单体早午餐，新素食汉堡系列。OK， 我们要跳到他了。东西我觉得再见。没有，我觉得好像是就是那个 CP， 我好像不会为了就是要吃一个那个堡。就是因为它是素的，就是我好像会宁愿去吃自助餐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突然很想吃汉堡，他会叫我做。好，我们还有做了，我们做了什么？我们做了很多不同的 Beyond Meat 系列，然后我们会在下一个影片放。对，而且我们有做两款不一样，一个是 Beyond Meat。的汉堡，另外一个是Whole Food 的美国 Whole Food 的超商的365的，然后评比一下。那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！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再见。说他说什么？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要按下你的小铃铛哦。小铃铛哦，拜拜。不会死啊。Thank you.
唯一一个觉得他要加强，就是他可以给我们就是